网络外婆。好，现在所有的小孩，请给你的爸爸妈妈一个大大的抱抱，告诉他谢谢你对我们的爱，我很爱你们。好，感谢所有的家长跟孩子们哦。有没有给你的爸爸妈妈一个爱的抱抱？有没有跟他说一下悄悄话？没有的，你我。你们饿坏了是不是？好，来，现在所有的家长跟孩子请就坐。哎，我没有讲完规则之前都不准开动。赶快坐，赶快坐，快点，赶快坐。啊，请就坐。请就坐，像你找位置坐。好，来，请就坐。小圆姐姐，但你们有没有？第二，好了吗？好，来，所有的家长跟孩子们，请听到我这边，请听到我这边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要开始用餐之前，我有几件事情。今天请餐券，再花一百块。我们开始用餐之前，我有几件事情要麻烦大家协助的。第一个是，我们楼上还有三个五年级的班级，所以我们很开心的同时，可能也要稍微控制一下音量，因为他们今天是整天。那原则上我们应该会超过中午他们的午休时间。好，第二个点是我们外面有蓝色的厨余桶，还有两个大的垃圾桶，麻烦家长帮我们做一下垃圾分类，这样子我们待会善后工作比较好进行。好，再来第三个点是，所有的桌上你都有看到餐巾纸。好，我们希望给孩子的是一个好的用餐礼仪，所以我们刚已经有跟孩子说，今天不再是厅长。翁承轩请回去坐。今天所有的孩子，除了你夹菜离开座位之外，请不要在视听教室里面奔跑。就算你到外面去用餐，你还是一样维持这个用餐礼仪。好，以上这三件事我们要麻烦家长协助。那各位有看到前面满满这一大桌，真的很惊人，每一年都很惊人。好，我们要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掌声，谢谢你们，有你们才足以成就这一切，谢谢大家。他经过可以让你来上，你帮我一下。好，来，各位，我们要朋友一起来享用很棒的哈圣诞啊午餐，好不好？来，最后。
领吗？好，来，这个是你的啊。来，走，先去洗手。不是为你们找到了吗？